大家好，我是 Grams， 我是周帅。喂，我们忽然间为什么会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的嘞？你看这边啊。哎呦 ，Google， 哒哒 ，Google， 哇 ，Google 邀请我来新加坡做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叫做 Google Cook Off 比赛。你看，还有做个 apron 给我，很影哦。啊，看 apron， OK， apron， 是我带桌硕来，是因为他可以帮我当 assistant 这样子，所以他也是有一千 apron， 然后还有给我们哦这个袋。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很 cute 啊。这里一个这样子的 Google 的 bag，保险袋就保险袋了，快来，什么保险袋？哎，很美哦，就是。拆了吗？是哎，哦，对哦，对哦，对哦。嗨，欢迎来到我的空间，我的空间，你要来 join 我也可以。哇，那个脚毛别动啊，亲爱的。OK， 现在我们已经在一房间聊，今天是第一天，现在是下午大概两点左右，我们两点半就会去新加坡 Google Office。Let go。哎呀，第一次进我的 vlog 啊，我们现在要去，要上头一点，这个美女谁来的？嘿，哎啊，我们现在要去 Google Office 了，哎，快点啦，啊，男神热啦，啊，男神热。很多美女哦，怎么好像我们上个车完全听不懂我们讲什么语言？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别的国家来啊，就好像我们来自中国，所以他们是吗？对啊，上面他们听得懂，对吗？对，你看这小妹妹一点都看过了，喂呀。Hello Google. Welcome. Hey, 文轩。Welcome. 我们到 Google 了，我们刚跑了17 km。From Kuala Lumpur to Singapore. 好，给我快点。哦，我们先第一批上去哦，走喽。好，老板的公司就是不一样。马来西亚。Hi, can pick up your badges. All right. 啊，那嗯，荣幸哟。什么奖品？什么奖品？中国奖。好像哎，还勾到粉是吗？你看一下先。Adjust 下啊。很狗牌啊，牌还有 QR code 的，来大家 scan 一下，快扫一下啊。看到我了。两个 assistant 休息先。我带你来是坐车吧，是吗？坐车，那就是 Google Office。My God， 哇，很美哦！这就是这个。我有我的影片在那边。我在 Google 里面。我的穿着 singlet 那个，这是我来的哦。哇，大家很积极，大家很积极。然后我们在那边看哦，嗯，OK， 现在我们进去里面了。哇哦，很壮观，就是可以看到那么多 influencer、YouTuber。YouTube Zone。哇！你看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有 YouTube 吧？YouTube， 哎哎，这东西是 YouTube 嘞。嗯，我们的老板 ，Hello YouTube，Yes。啊！你有觉得到吗？我们走量多层啊，几乎每一层都有 get in 啊，都有东西吃。哦，就边去吃。其实你看啊，一拿，哦。你看啊，又水哦，嗯，他来，真的，你看，
现在哦，他们讲可以啊，放那个雷鼓啊。啊，你做什么？我要你追 Paper One 啊。嘘，你给我理解 ，I need this。啊 ，I film 啊 ，and then I put in YouTube 啊。You die, you die 啊。OK， 哎、okay, ，现在我们应该是要进去 briefing 了啦，一个灯神要去 briefing 了啦。我们去找我们的一些地方做。Go！ 我们分组，然后要进去一个会议室，然后我蓝队话是在这里。OK， 我们现在已经参观完 Google Center，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我们的晚餐。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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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是在新加坡第二天，就是我们的比赛的那一天。好，现在我们早上是九点，然后我们现在去吃早餐，9:20会出发去第一个比赛的地方，叫做Urban Farm， 就是一个还是有organic 的菜园这样子，然后我们去那边做一个比赛，然后比赛完了，我们1点才要去一个叫做一个很大的 kitchen， 然后给我们6个组去比赛。Alright， let's go。Vlogger everywhere， 哇，全部拍拍戏了完。林醉OK， 就是他们给我们这电话原因就是今天我们来这个比赛，然后我们有这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拍的话拍就出来了 Lemon Basil， 就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们会 recognize 字的，然后我们看这个字 ，What the crap， 连 location 都会出来 ，Citizen Farm Bajara， 然后 Instagram、Google Map 和 Facebook 都会出来。刚才 B1 Stage 1下来 Culinary 的地方要做比赛 ，Hello， 哇哦，人就是进来这边。这是一个 culinary school 来的，就是他们 set 6个 team， 然后我们这边全部有全部冰厨，有全部的那些餐具到完，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用，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 live 给我们看，然后我们会在这边比赛，全部东西会在这边预备。比赛结束了，
刚才我们的分数是91.3，然后第一名是94.3，我们第二名，然后我也是很开心，我们可以飞到第二名，因为芒果第一。我们要回酒店，呀，很好玩就够了。Yeah, no, I'm very serious in every competition. Yo, you gave a very good score. You like the food, you gave it a high score. That's all you did. That's all you did. Hey.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来到 Safari， 我完全以为去吃晚餐。哇，我们进得来新办了，可以这样的地方，好像 VIP 的感觉。哇哦！啊，还有，他们还有做一个很细心的。哇，我们刚才早上的合照，太漂亮。Glasses, whether you're drinking alcohol or water like me.And let's give a cheers to Google! Yeah! Thank you so much! 哎呀，开心的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我们现在全部人吃晚餐，可以讲是几乎是最晚的了，全部人就回了，然后我们全部回酒店了，过后就这样散了，所以应该就这样子咯，这集应该到这边，然后我们下一集见，谢谢大家收看和希望你们喜欢这样子的 vlog。